奇哥奇达，继续讲啊，重奇来。哥奇达这一家，奇哥大哥，奇，啊，大家奇哥大哥，好，啊，随便你啊，开始，哦。奇哥大哥这一家的后面是什么？奇哥大哥这一家的。想要说什么？奇哥大哥这一家的观众们，奇哥大哥，这么长，是不是？奇哥大哥，其他这一家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青仔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全联的新产品，它就是优惠的东西，你花了满400块，然后就可以送一个公仔。然后呢，这边奇哥呢，因为很常去全联买东西，然后这边总共有八个公仔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每个外包装都长得一样，它等于就是，刺激消费吧，然后要你收集这个，然后呢，它每个都是不知道里面内容物是什么。然后它总共有28款，它有基本款24款，都蛮可爱的。然后它是小吸盘，大概拇指头大小吧，很小。然后这边都是基本款，都蛮可爱的。然后下面就是还有隐藏版的4款，然后有全联的娃娃，然后还有亮片苹果，还有夜光奇异果，还有金属光香蕉，都蛮可爱的。那我现在就来开箱这八个喽。奇哥、达哥、其他这一家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青仔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全联的盲包，它呢现在就是花了满400块，这边有写400块，它会送一个吸盘公仔。然后呢，它这边还有收藏盒，一个59块，跟束口袋一个39块。然后这些也都是限量的。然后呢，加购收集盒，收集盒里面可以玩游戏，就类似桌游吧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这边就是它里面的内容物，它其实很小包，就巴掌大到那么小，超小的。然后它是盲包嘛，然后就是看你收集到什么。然后这边有24款都是基本款，都长得还蛮搞笑的，也很可爱。然后这边它还有隐藏版，有4个，这个是全联的公仔，金属的吧。然后这是亮片苹果，这是夜光奇异果，金属光香蕉，感觉真的很酷。然后它活动注意事项就是，好像有些就是这边东西，有的东西不算活动商品，就是你买这些，它不会算在里面，不算在400块以内。就是要自己另外花才可以买，才有这个啦。然后呢，现在这边因为这边是奇哥家，然后他常常去全联，然后有买，这边有总共有8个。那我现在就来开箱咯。打开第一个，这个是看一下哦，这个甜椒大叔。哦，小吸盘，再开第二个。这个是限量版的吧？隐藏版的，这个是夜光奇异果。超棒的！再开第三个，又是一个奇异果，是原本的奇异果，空的，是毛茸茸奇异果。讲得好听，但它不是毛茸茸，它就是塑胶。
再来开第四个，是一个黄橙橙香蕉，它这边是黄橙橙，它的名字叫黄橙橙香蕉，这个是目前最大只的一个，细细长长。再来下一个，第五个，这个是马铃薯酥，长得有点怪，它嘴巴歪一边。再下一个，第六个，搞怪南瓜，长得还蛮搞怪的，一脸怪怪的样子。再来第七个，这应该是蔬菜吧，高丽菜吗？莴苣小子，脸也是歪一边，蛮可爱的，还不错呢，目前都还没有重复，运气还不错。再来开最后一个，第八个，这个是青葱侠，就是葱头吗？还不错，来这个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，运气很好，每一个都没有重复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要记得订阅哦，还要点赞哦。就随便玩啊，超赞的。